请问一下，熊猫去世后怎么处理它的遗体呢？大熊猫死亡之后，我们兽医的话就会及时的介入，查看它的死因，然后会采取采集相关的病灶，到实验室检测，然后剩余的我们会拿一些做病理标本，还有的做塑化标本，所以说通常就是以标本的形式保存。